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谈一谈在教会里老年人的角色。怎么教会里我们有一个乐龄小组，若一个教会开始有些老年人持续来的时候，这可说是教会渐渐成熟的地步了。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不可严责老年人，要劝他如父亲，对儿女的教导挑战不要惹他们，叫他们生出愿意的心跟从。但对老年人，教导挑战要用劝的方式，叫他们发现自己该要如同父亲母亲，要有妥当的成熟责任。老年人不要过于挑战，但实际来说，他们年龄里不太过批评论断，而能温柔期待下一代，这样的热心与谦卑已经能激动许多教会里的人了。另外，与老年人相处的时候，总是会照顾有自沾自亲苦楚的人，学到很多实际的功课。特别若我们有很好的真理和信心的话，这能产生出浓厚与实际的行为与善行。虽然不一定是每一个，但我深信老年人当中有少数而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看一处从诗篇七十一篇取自的经文，这经文里是大卫君王在他老年的时候写的。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导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等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大疾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首先我们要明白，第一，力气衰弱的时候更被激动向往天国的同在，已经有神的双手引导一生，所以每一次想到自己的软弱和难处时，不要专注自怜停顿，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过失的。但像诗人说的，反而被激动更要转向仰望神的救恩和同在，数算神已经反复带领经过的恩惠。你能活到老，能长寿，这已经是神的保守与祝福了。另外，承认衰弱之处不一定是悲惨的事情，以应许眼光看的时候，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说的离世感受更加真实。我现在被浇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要进入永远的福乐里。这靠近离世的感受越加增的时候，看见自己如同活祭被浇灌，更感受到客旅人生，像打战的军人，场上赛跑比武的运动员，守住所信的道的本徒，得胜等候公义审判喘气的这个身份。这样的人没有自满，似乎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为什么要自怜呢？我们在基督里都被发现是软弱的，但所以需要依靠主耶稣基督。这刹那你必会看见有很多人，原来不只是老年人，他们都在世界里的风气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到最后都是为着老年的时候能休息舒服退休，所以在心里受影响，意想不到自己的这个思想已经阻挡了抵挡了十字架受苦精神的这个道理。分别世代懂得顺着圣灵的真意识，有一个属灵的负担和带导，必定会在你的心里面显明出来。第二，因为公义的冠冕发出对世代带导的激动，对世代有负担和这个意向，就会想到培养渔民。渔民不只是代表年轻人，而是看见乐龄事工里有一两位少数的愿成为分别为圣的人。爷爷奶奶必叫孙子孙女要敬重拿着神的话语的人，脑筋思想不灵活的话，但对真理坚定不移，力气衰弱但能不被事业捆住，能选择上好的福分。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劝勉，
常把生命教会事工放在心思里，像哥林多前书9:24-27说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增盛的，诸事都要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着毁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毁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若教会有一个乐灵施工，把它建造起来，因为圣经在使徒行传2:17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最后第三，带着异梦叫思想有积极的真理运行，蒙受真实的同在与安慰。靠近离世比教会衰弱，但是若是靠近复活的日子，最靠近复活的新能力，我说的是内里的能力。你可能没有长久的能源，但我看过很有声量的老年人，虽然一下子必要休息，但他们所发出一刹那的那个力量是何等强大的。有老年人对我说，脑筋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背经读经了。我想了想，摩西、耶稣亚、加勒在80岁出战，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4嘱咐提摩太必要把那些书也要带来，要紧的就是那些书卷。这不是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着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能使耶稣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吗？是的，老年人有比较孤单的日子，但神至高无上的恩典叫你不得已要与教会的门徒一同成长成熟，一同得着永远的基业。我不知道我所讲的会不会太过高尚了，但是带有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丽的、美名的，怎能会后悔呢？真愿我们的灵魂生发出一个哭声，主啊，求你安慰我。你能像西面在路加福音2那里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降临而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的光，就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